好的，行。啊，宝妈寄来的。啊。要感谢你的公公婆婆。谢谢公公婆婆。公公婆婆。谢谢阿妈的。还有小米啊、红枣啊、黑桃这些，老婆。嗯。都是你公公婆婆给你。来养身体的，但是也有我的辣片，还有酸奶这些，辣的东西。酸奶辣吗？那辣片。嗯，辣片。还有酸奶。对，吃辣的就要吃酸奶。还有给酸酸的。还有给酸酸的。嗯。酸奶。那我先进去打开，先去吃辣片，然后吃完辣片再给你们看啊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些鸭脖鸭翅啊，这些是寄给小舅子的。小舅子2018年来青海参加我们婚礼的时候，他就爱上了吃这个鸭脖啊，这些他说辣辣的特别好吃。这次我爸妈也买上来寄给小舅子了，我爸妈真好。特别想吃的时候，特别想爸妈。哎，爸妈，我们会好好的，你们也一定要好好的。很快我们会抱着你们的两个孙子回去看你们，陪你们。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有机枸杞一定会卖到国外去，请你们放心。给你们个好消息，你不要太担心了，爱你们，我亲爱的爸爸妈妈。我会好好照顾米粒，会照顾好你们的两个孙子。谢谢你寄过来的这些东西。老婆，嗯，开心吧？开心，有。可以看那个红糖，呵呵，这个剩下的哦，你吃完了，开不开心？嗯、喜不喜欢？嗯，还有豆腐皮，对，豆腐皮这些，很多，还有小米，老婆，对，他说把中国的，对，放在推车上，嗯。哦，放在酸奶里面的吗？嗯。哦。嗯。还有一个豆腐皮。哦。没完呢。没酸奶。大家都知道我是青海人，然后我在我的店铺里面上上了我们青海的特产酸奶，有黑枸杞酸奶、青稞酸奶、藜麦酸奶等等等等的好几种酸奶啊。我代理的品牌是青藏牧场，青藏牧场的老板是山东人，他的爱人、他的妻子是我们大通的，我们邻居，所以我相信，我就代理上了这个酸奶。到过青海的朋友可能都喝过这个品牌的酸奶，在曹家堡机场呀、高铁呀，可能都大家都见过。它也是每年环青海湖公路自行车比赛的指定品牌。在青海这个品牌家喻户晓，人人都喝过它的酸奶，特别好。喜欢喝酸奶的粉丝朋友们呢，希望多多支持一下我们青海的酸奶，希望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米粒的一家，谢谢你们。我们要搬，要，